叫中国优秀旅游城市，这个叫马踏飞燕啊。如果大家以后有到这个中国来旅游的话，在整个城市的一个城市入口区的话，如果有这个标识的话，那就是证明这个城市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啊。下面是个燕子来的马踏飞燕的标志啊，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川国际的旅游交易博览中心，就每年我们国内开旅游展的话就是到这里来啊，很大一个，它整个是修成一个迷你版的我们的中国馆。大家知道我们当年不是很大的一个中国馆吗，做展览的，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四川本地的啊，我包括我们很多国外的这些图片啊，还有我们的旅游产品介绍的话就都是来这里。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山楂。啊，山楂好。这个是花生哈、啊。我要一块龟苓膏，你先吃。妈，你喝凉的。你要不要喝？凉的。没有人要了，你想给我？我看是我这个牛块，其实是好了啦，但是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看了。
从未忘记你。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。小酒馆的门口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哦呜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屁股的话就在这边啊，看到没有啊，在这边。超市看一下，咱俩一起过来走。在这里玩，还没有看过你，